你从哪种出来的？哎，别找我，刚审过来再说结婚誓词呢，让我把梦给续上。梦到结婚誓词这么刺激的？昨天去海边玩啥了？玩结缘心。哇哦！从某种程度上，应该是他玩我。而且都亲了抱了，为什么还跟我说有待考察，要我对他不再隐瞒？我才不管你们谁玩谁，通通给我画漫画里去。漫画。哦，你已经出了实体本了，马上就要开签售会了，你什么反应？你第一次见到？千玺还不知道我把他当男主画进漫画的事儿。不对啊，我给你发的快递显示签收了。寄到纪言信公司了。把我桌上的快递包裹送过来。快快快，给我接电话。